魔色彩妆，时尚且淡雅。对，有点凉啊那个部分。百搭驼色，随性又自我。我在像在西班牙，马上不在马来西亚。卸妆水、化妆水、收缩水，傻傻分不清。这个工业里面的酒精不是一般我们在外面喝的酒精，是完全不一样的酒精。型男要塑身，饮食最重要。三年都没吃到一粒饭哦，都没有。面呢？面也没有。